Petis paper 第12 table，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做翻个份数先啊。跟住咧加咗双成，啊加咗双成，咁即系咧加翻符号俾佢咯。expand 埋佢啦，三 alpha 加三 beta 等于21 alpha 减七 beta，调一调位就会咧出到咧18 alpha 等于10 beta，咁即系话 alpha 除 beta 咧。就係十 over 18，咁約埋佢咧就係5 over 9啦，咁所以答案咧 A Apple。